大家好，我是蔡师傅。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我配眼镜的一个趣事。那有一次啊，我去配好眼镜的时候，然后店员要跟我说，要帮我把那个镜框呢调整成为适合我脸型的样子。然后我就一戴上去啊，就觉得好像是鼻梁歪歪的。然后店员说啊，那好，我就帮你把眼镜调整一下。我说等一下，然后我就开始凹我的脸。然后店员的样子就是这样，